现在吃一间很出名的鱼头米粉汤啦，哦，生意好加你换，哦，要九点也加坐人你换，一间啊，乡下鱼头米粉汤啊，哇，一间，哦，一家招牌就是鱼头米粉。我想要东阳，我想要东阳，以为啊，哦，鱼头米粉，来根据双，哦，龙虾，哦，点鱼头米粉，清汤就好啊，哦，来加一只，一只买只点那个东阳的啦，哦，我就清汤啦，哦，今天生意就好个哟，今嘛九点嘛人较少，哦，拄啊拄来就人较济啦。啊！你一个牌啊！看一下这间出名的鱼头米粉汤啊！鱼头米粉啊！哦，你看这样个汤安尼浓浓的哦，啊鱼头，啊加一寡葱啊酥，哦，安尼，把鱼头几啊块，安尼啊哦，安尼一碗16块啦，和台票才101块啦。82块左右了，哦，哎，82，哎呦，无哦，16×7=7640，才82对了，82块，来开吃啊！食这鱼头哦，这鱼肉，爱配这个咸椒啊，哦，伊这个咸椒啊，真赞的啦，哦，酸甘甜啊，小可咸，嗯，灵魂蘸酱哦，赞。你看，一碗鱼头汤，鱼头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块啦，哦，要几十块的鱼头的哦，一碗100几块左右呢哦，合台币100几块啦，哦，俗无？槟城旅游啊，一定不要错过这一间呐、啊，鱼头米粉汤啊，真正赞的呀，汤头较清甜啊，食饱，你看偌好食，食到清气流流，哦，人眼光较济啊。你看，啊，这两个哇，人还是很多了哦。现在吃看卖啦，乡下鱼头米粉呐、啊、哦 ，OK 啊，赞。